နေ့စဉ်ထိတွေ့နေရတဲ့ဖုံဖုံတဲ့နေရောင်နဲ့နေကြောင်းအစိနဲ့ဝက်ချံတွေဖြတ်တတ်ပါတယ်။ဒါကြောင့်အစိနဲ့ဝက်ချံကင်းပြီးအသားဖြူဖို့ Bellaman Sport 3-in-1 မတ်ဖုံးနဲ့မျက်နှာတက်တယ်။ကာဗွန်ပါလိုဖုံဖုံတဲ့အမြင့်ကြီးတွေကိုအသားအတွင်းပိုင်းထိတန့်စင်ပြီးဖြူဝင်းခံကြပြီးအောင်မြင်ဖို့အတွက် Bellaman Sport All-in-1 Facial လိမ့်မယ်။အစိရှင်းပြီး48နာရီရေလက်ဖြူပြီးအမဲဇက်တွေဖယ်ရှားပြီးဖြူဝင်းလန်းဆန်းစေပါဝါကြီးပြီးအောင်မြင်ဖို့ Bellaman Sport Coalition နဲ့မျက်နှာတက်ပါမျက်နှာလိမ့်ပါ穿越了宇宙洪荒，凝练了天地玄黄，纵使摆脱了六道轮回，也难逃那天地动荡。神魔齐聚，六道轮回，
小子，看你还往哪儿跑！帮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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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哥！是个稀罕品种啊，准能卖个高价。祖叔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这李长风之墓，西方魔法师纳斯之墓，这些昔日的神魔竟然全都死了。东方仙幻大陆和西方魔幻大陆的众神魔为何会合葬在一起？喂，一只龙。八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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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姑八姑八姑，怎么生得如此古怪？八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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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人，一会儿就好。谁在说话？竟然是你！吃了宝宝的眼泪才能听懂我说话，看在宝宝这么可爱的份上，就饶了本宝宝吧。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？去华阳国都城有几日路程，我就放了你。我说，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？华阳古国早在一万年前就消失了。什么？一万年前？没错。差不多一万年了吧。
方大陆和西方大陆地动河变的时候动荡得太厉害，很多古国一下子就没了，包括你说的那个华阳古国，现在这里叫做天元大陆。天元大陆，这都不知道，你是哪里来的远古人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被活埋了？你悠悠万载，物是人非，究竟是我摆脱了历史，还是被历史遗弃了？一万年了，功力果然还是没有恢复。哎，你是不是人生地不熟啊？不熟，我带你认识认识这个世界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绝非凡人，居然可以自由出入神魔陵园。神魔陵园，是因何而建？这。神魔陵园是远古遗迹，鲜少有人知道它的历史。宝宝，我也……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我又为何会被安葬在这里？或许只有查清神魔陵园的来龙去脉，才能解开这些谜团。这就是万年后的世界。不会，等等我。身鳞片的秃毛怪鸟，真丑。啊！喂喂喂，这可是我族的巨型飞龙，能日行万里，速度极快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远古巨人？是啊，没点本事，想在这里生存可是太难了。沧海桑田。这片大陆上的生物竟变得如此惊人。我叫东东，你我缘分一场，同是天涯孤独客，要不要结伴同行？好，我叫陈南。没人知道神魔陵园的消息，我们要再做什么？继续找啊，一直找。如果一直找不到呢？那就忘掉一切，开始新生活。你想做什么？是遍全世界。好啊，就带你玩遍全世界，吃遍全世界。减肥了。没想到万年后竟会在如此尴尬的场面里遇见第一个人，我已经能猜测到后面即将发生的事情了。这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女孩满满的怒意。
虽然我很想解释，但是东方武者好强的内力，今天算你们走运，我从来不打女人。哦，身材不错。把这个淫贼给我拿下！有话好好说。有空的真是麻烦。东方武者看来无力啊。浪荡子还有两下子，退下，速战速决。是。花琴，让我来。别碰！用灵魄，化身我化身，别再麻烦了。啊，好可爱的宝宝！这次泡泡无穷无尽，如果不能破除魔法，根本没有胜算。小公主，你先下去，本公主要亲自陪她玩玩。公主，有趣。只负你的愿。